产品图册呀，啊，拍的不错呀，国内新品拍的跟国际一线品牌的阵势一样，不简单哦。我听说最近你跟小胡总走得挺近的，我们只是普通朋友。哦，给我看看。放心吧，我知道规矩，不会让第三个人看到的。 正好你帮我去茶水间冲杯咖啡，我就看一下。谢谢，不客气，拍的不错，产品也不错。这次你要小心啊，千万别出差错，要不然阎王爷都救不了你。我走了。